美女，去哪里啊？要打没得不？去那个三棵树多少钱？这个要看情况收费。如果有男朋友，稍微贵点；如果没有男朋友，也会免费。看你这么漂亮，应该有男朋友了吧？可是我没有男朋友啊。耶，没有男朋友。发财！到了，美女。你看多少钱？我给你。啊，不用，你要坐几楼？我家住六楼。哦，坐，你，我给你提示。没事，都不好意思。不用，我给你提上去。哎，老婆，你回来了。哎，这才是谁啊？啊！姐夫在家。麻烦把那个车费付下嘛。你别笑。